你可想而知，诸位，你冷静想想看，你的亲戚朋友、兄弟姊妹，他过的那种日子，通通叫做非人的生活。他们就是哦，我赶快去跳跳舞、喝喝酒，赶快快乐一下。然后接着呢，内心的烦恼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修行啊，一定要懂得正法。佛告啊，成就一切智，获诸快乐。佛告裸行迦摄耶。若如来至真出家现一世，乃至四禅，四禅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禅就定了，于现法中而得快乐，现在就得到解脱，现在就得到快乐，当下就解脱，当下就快乐。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？是由精勤专念一心啊。为什么要专念一心？众生的苦不堪，就是妄心多啊。欲望多，执着多，烦恼多，把自己压得快精神病了。哎，诸位，学佛就是有这个好处，把这个执着的压力拿掉，把这个分别心拿掉，把这个烦恼的心拿掉，他就有这个能力让你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可以专念一心，乐于闲静不放逸故。闲静就是安静的地方，你也不会感觉无聊。其实这个最究竟就是止心解脱的意思了。不放逸就是精进啊。简单讲，修行人到空旷处，单独一个人也不会寂寞，也不会无聊。众生就是放逸啊，没有正见啊，因此苦恼无量无边啊。假设是为戒具足，见具足，胜诸苦恨，微妙第一啊，不是胜过那些外道的。只知道要让身体受苦，而没有正知正见，是很悲哀的。常阿含经，裸行梵志经啊。是故佛陀于现世一切法，获得究竟了之，便知此苦如真。如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究竟处。知道这个苦的究竟处叫做如真，在旁边写的啊，因果法则来龙去脉，这个叫如真。了解苦的因果法则，了解苦的来龙去脉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苦的问题在哪里。简单讲，你就是找因啊，找因啊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有一次啊，我跟邱师谈一谈，哎，我觉得他这个理念呢，跟这个佛法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啊，比如说我们呢，今天身体不好，生病啊，这里痛，头痛，那里痛，吃什么？吃普拿藤，止痛剂呢？止痛剂当然也不是说只有普拿藤了哈，因为电视广告的很凶。好，牙齿痛。止一下，暂时止一下，行。下次再来痛，再吃两颗，再止一下也行。告诉诸位，最后就止不下来，你压不下去。用西药的方式就是这样，诸位用我用它来比喻，就是用意识心修行就是这样。有一天你就会压不下去。我没有批评西药的意思，绝对没有。作为短暂的东西，只能用在短暂的东西，通通叫做不究竟。
西医有西医伟大的地方，我只是善巧方便的比喻。而我们要用本性修行，就是彻底的来调整这个体质。你没有发炎的体质，你自然而然的有抵抗力，很自然的你就不会生种种的肿瘤，也不会变化成癌症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其实你这个理念跟佛法差不多一样。对，所以其实讲一句话我很认同，小病不会医就会变大病，你知道小病不会医啊，就会变大病啊。哎，我们今天修行也是这样啊。哎，我们今天修行也是这样，小小的错误，你要没有碰到善知识，就遭受到严重的后果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。所以把问题找出来啊，问题就是我们的体质。哎，我以前就这样，哦，早上一起来打喷嚏，哈欠哈欠，流鼻水，头痛，一直一直，体质就是这样子啊。感冒药啊，因为人家日本的信徒，哎呀，很孝顺呐、啊。我这个福报，钱的福报没有，就吃药的福报可是很大。他一送，哦，送一堆的感冒药。闲着没事吃两粒，闲着没事吃两粒，感冒咳嗽吃两粒，然后再来再去吃，长年累月都是这样子。我这个西药吃到什么程度呢？吃到那卢医师，我这个皮肤这一打气出来的，通通是西药的味道。现在接受邱医师的观念，我彻底的改变。我必须再重复强调，我没有说西医不好，也没有说西药不好，千万不要误会啊、哦！各有各的优点。我现在接受邱医师的观念，啊，师父，中药从根本下手。你今天有痛苦，没有错，偶尔用一下西药，彻底的把你的体质改变，加强你的免疫系统。哦，我说好，也听邱医师的。现在一颗西药都不吃，一颗西药通通不吃。彻底转变，解决生死在一念之间。你不，你认为你今天还能够听到师父在这里讲经啊、哦？生龙活虎，是不是啊？观念彻底改变。啊，我是这样子告诉诸位啊，佛法也是这样，你要彻底的解决那个问题。才有办法健康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当你用药也是一样，修行也是一样。你修行用意识状态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很苦恼，诸位众生都这样，我今天很苦恼，麻烦朋友安慰一下，自己没有能力解脱啊，哎，慢慢慢安慰安慰安慰，诸位问题有没有解决？没有，没有内心，没有开智慧，下次再来又爆发。用安慰的方式过日子，你有一天你撑不住的，知道吗？你要釜底抽薪的开大智慧，彻底的放下假象的执着，你才有办法解脱啊。我自己就你不用安慰我了，你也不用安慰我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内心没有烦恼，常住安乐，无有苦悲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安乐救济苦恨，又安乐救济苦恨。因此啊，记得修行它不能装的，装是不行的。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不能用装的啊。好，诸位要休息十五分啊。34页啊。
第八，自我所有的宗教，包括凡夫各类的哲学，离不开一个自我。而世尊用无我来破除古代的印度，不论是哲学或者是宗教，都是与自我相配合的。最著名的素论师就是主张神我与自性相合的自我哲学，或自我清净的婆罗门教，都逃不了一个我的忧求，就拘禁在一个我相里面，老是总觉得有一个我的存在。这个有一个我的观念呢，诸位麻烦可大了。看下去啊，人世间一切的争夺，诸位争，它在左边呢、加一个言部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语言的争论呢。哎，夺就是强占呢、人世间一切的争夺，都导源于一个自我。全世界都一样，所有的众生，因为有一个我，就有我所。我所就是欲望，也可以解释说我所拥有的。比如说，我要房地产，我要汽车，我要娇妻，我要美妾，这个都是我所。我所拥有的当然就是一种欲望啊。因为有我所，因为有种种的欲望，我所拥有的欲望，所以就开始怎么样争夺。以欲为本故，欲就是贪欲了。以贪心来作为根本，那么这里有这个 欲望，自我的欲望，那就开始争了。母共子争，母亲就跟儿子为了房地产也好，为了理念不同也好，为了一辆车子也好，为了一点点现金也好，就争。子共母争，父子兄弟姊妹亲族辗转共争，因为欲望是推动力啊，对不对？我所嘛，大家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东西嘛，争房地产是欲啊，争男女是欲啊，争现金也是欲啊。母说此恶，就开始批评啊。所有的毛病，世尊通通讲完了。母亲就说：“儿子，怎么这个不好？”只说母恶，这儿子就毁谤批评他的母亲。父子兄弟姊妹亲族更相说恶。所以啊，你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乃至王王相争，中阿含经苦因经啊，因个人要满足我的欲望，所以造成人世间争夺的痛苦，所有的战争也是这样来的。佛陀为救护人间，根结人世间的争夺，故说为无我。
佛法的无我不是理论的分别，乃依有情自身，依佛法的智慧来观照，说有生必有死，判定为无常。无常就是苦，苦就是不自在。那不自在怎么可以说有一个我呢？在这里你有一个我，就是可以做主导的、主宰的，可以控制。你能控制你的情绪吗？你能控制时间吗？你能控制空间吗？你能够控制这个色身，让它不要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吗？没办法。那怎么会有一个我呢？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是阿含的深意。无我的根源，乃从缘起说，以一切法生起，都假众缘而生，都是众缘而生。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故彼灭。诸位，一辆车子也是一样，你一辆车子引擎拆开来，电线拆开来，车子的壳拆开来，一辆车子像不存在。你要引擎存在，躯壳壳存在，电线存在，种种的，这个车才会动啊。此有故彼有嘛，缘起我就这样子嘛。所以你的存在就是我的光荣，不是你的存在就是我的负担，这不是佛法。你的存在就是我的光荣，所以顺逆二境通通是佛境。为什么？都是缘起嘛。此灭故彼灭，这个关系以及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乃至言有老死，那么这个是指十二因缘。这无明跟行是后来人才加进去的，而阿含讲的事是指六事，明色是指身心，受是指六根的感受，触是指六根的接触外境。啊，无明言行，行言事，明色六入，触受爱，取有生老死。那么这是就站在六根的角度说，跟我们以前研究大圣的十二因缘不一样。啊，行缘事，因为我们无知，所以就借着这个造作的因缘，有造作的因缘是什么呢？就启动我们的六识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。哎，在阿含是这样子的，阿含的明色是指身心，啊，大圣唯识的明色是指受精卵，完全不同。啊，这在这里啊，行缘识就是一切的造作不离六识，乃至言有老死。诸位，老死是刹那观念的变化，叫做老死。跟我们说啊，年纪大了、老了、跟死了，这角度不太相同。哦，念头一起来就生，一下子老了，哎，念头没有了。六根接触也是这样，也是一念十二因缘，有的讲三世双重因果十二因缘，各个谈的角度不尽相同。如果无明灭，则行灭，无明就是无知啦。那你无明怎么灭呢？一定要开智慧啊！怎么开智慧呢？要听经闻法，切切实实的去体悟佛所开示的正法。对，就才能开真的智慧啊。乃至生灭之老死灭的缘起观，哎，如果无明灭的意思
就是你开大智慧，无明就消失了，无明就消失，你就歇即是菩提，你的行你就不会身口意就不会乱妄造作啊，没有造作就不起心动念啊，就没有所谓生灭啊，乃至于老死灭啊，动念都不可得，哪有什么生？没有动念，哪有什么老死灭？啊，没有的。简单讲，就是说，无明如果断了，就无所谓的造作，造作就停了，生也就停了，老死也就停了。歇就是菩提的缘起观，愚痴的凡夫不了解缘起的甚深的含义，在缘起法妄认为我，我所，不但执着一个我，还执着我的欲望，我所拥有的种种欲望。以法升起的时候便认为我，在法灭的时候便认为无我，这个我跟无我其实是皆依因缘和合而有我，我所啊，这个我就是法生成为我，什么无我呢？法灭说是无我，这是一般人啊，法生起认为有一个我，法灭以为有一个无我，都是因因缘和合而有我，我所，若无因缘则无我，无我所，因缘和合当中好像有个实体东西在那儿生灭，其实法无自性。所以你看看啊，师父已经讲，重新讲过，要体悟到无自性这三个字有多难，师父重复的讲过，当你体悟到无自性，三藏通通通达，通通通达，你所有的禅境律密通通了解，缘起如幻啊，法无自性啊。若有实体或者是自性，怎么会有生避呢？生避就是回避呢，用我们现在的讲就是机会啊，转机的意思啊。如果有实体或者自性，怎么会有转机的机会呢？怎么有机会转机呢？好，注意你这样听听不懂哦。我现在用一个角度来说，你就知道。如果说有实体性，好，我一出生，我就有实体性，我是凡夫，好，你就固定是凡夫，你就是固定是凡夫。因为你有实体啊，你也不能转凡成圣，你也不能转世成智，你也不能转烦恼成菩提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无自性才能转啊，对不对？有自性你转不动啊，固定的东西你怎么转得动？是不是啊？实体实自性就是固定，你转不动的，诸位体会得出来吗？啊，就因为它是无自性，所以你可以转动它。哎，怎么会有机会来转凡成圣，来转世成智，来转烦恼成菩提呢？没有的。阿含普遍的说明，这个色是无常，无常所以是苦啊，苦所以是无我，无我所，世间好好的体会，实实在在是苦的，而每一个人苦的不一样。千人千般苦啊，苦苦不相同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可说。我是有故事的男人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有故事的女人，大家要讲讲不完啊！你要听着在家居士来讲他家的苦衷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，你讲不完的。所以那护法居士来跟我谈，我都跟他讲，你讲重点，你要讲重点，
怎么会，不然怎么讲得完呢？是不是啊？每一个人都是苦啊！啊，我们了解啊、哦。佛法他讲的就是一句佛法，就值得你百千万亿的财产，一句话就好。好了，如果一出生固定的，就转不过来。可是我们呢，阿含，不管你翻开哪一本阿含经，通通在说这个色是无常，就看色是无常，其实就是万法的意思。无常所以是苦，因为它会变化。孝顺的儿子会变成恶的恶毒的儿子，年轻漂亮的辣妹会变成老太婆。啊，无常会到啊！想当初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大美女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这样看啊，每天啊，那五点啊，等我来下来啊，处理信件啊，啊，妈妈就在那边啊，我每次都，因为我们都很孝顺啊，妈妈以前很辛苦啊，所以我们都对她很好，很孝顺啊。那现在皱纹，我觉得啊，我很有福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还有一个妈妈可以孝顺，哎，我们的兄弟就这样讲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兄弟对不起师父，妈妈都是你养，爸爸生重病的时候钱都是你出，你真的很孝顺。”我就跟兄弟讲：“我比较有福报，我今天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因缘。”能够孝顺自己的母亲，我很欢喜，我没有感觉它是一种负担。你们都有家庭，经济上可能有点困难，对不对？我有母亲孝顺，我的观念都很法喜，很高兴，非常高兴啊！我不会说，哎，兄弟姊妹，你看，大家一起开啊，开钱嘛。出钱嘛，一起出钱嘛。妈妈生活费多少啊？我们就不是世间人了、啊，所以经典讲了，供养自己的双亲，如同供养等觉菩萨的功德啊！啊，我有福报，我也很乐意，也很高兴。哎，我的母亲能够有一年，哎，住在讲堂，让我孝顺，我不会跟他们兄弟姐妹。计较这个金钱，哎，不会的，哎，我每个月还给他领薪水，给他领薪水，真的哦，按照工作人员领薪水，哎，这样子领薪水啊，啊，然后我妈妈有个好处，就是哦，他呢储存了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，他就会说，嗯，师父，嗯，我哪一天死了？不知道，我钱哦，还是交给你。我说好，真是好，好妈妈。哎，真的怕，因为不晓得无常一到，钱放哪边的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我钱就收起来，就告诉安慰他，你要钱，告诉我，我一定啊、哦、会给你的，你放心。啊啊，年纪大的人就这样子啊。啊，想当初哦，母亲这样辛苦的，年轻啊、哦，漂亮，你看，而且为我们兄弟姊妹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哎，年纪大了。你在我们台北啊，有一个、啊、跟我妈妈是同年龄的哦，儿子死了，有的当流氓，娶的媳妇啊，一天到晚呢、啊、花钱，现在80岁了哦。做什么？还在给人家洗碗，80几岁还在给人家洗碗哦，以糊口养活自己，命真的很不好的。
所以我每次有看到我母亲，我都告诉半开玩笑说：“妈妈，就是因为你这一对耳朵太大，所以有这样的福报。哦”阿妈的耳朵，你看，哇，好大！哎，我回去我都用那个夹子一直夹，就没办法。就是，哇，哦，我母亲那个耳朵这么大，嗯，有福报的人啊。哦一下哈，苦苦我无我所，乃至若有色，若过去，或者是未来，或现在，或内，或外，或粗，或细，或好，或恶，或近，或远，彼一切，诸位加一个字，法，彼一切法，非我，非我所。一切法都是无我，无我所，我非彼所，我也不是彼所拥有的，哎，就我非彼所，彼一切法无我，也非我所，也没有真正一个欲望在，是因为我们错觉。哎，真正一个我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非彼所，也没有说哪一个所真正的拥有存在，没有的。佛法中阿含经迎佛经啊，那么佛法一缘起，故说无我，而化自我，就是要把你那个执着慢慢的软化，软化，把它放弃，因为你有这个我，你就一直斗争了。你就活得苦不堪言啊，你能够大公无私，无我就大公无私，无我就没有无明，无我就没有私心，无我就平等，无我就毕竟空，无我万法都能够清净，无我就忍辱，无我就慈悲。为什么不慈悲？你有一个我吗？当然不能慈悲咯。你为什么不能开智慧的一直存在？什么都是以我为主啊！当然不能开智慧，卡死在个我的观念呢。第九，怀疑论、因果论，所谓怀疑论，哎，怀疑就是否定因果的意思。你布施无量无边，也没有功德；你给予的东西也不存在，是不是啊？跟佛悟道的。哎，非因非缘非果，那不一样的。怀疑论就是否定因果，意思就是行善没有意思了，作恶也不怕了。佛用因果论破除他的邪见。所谓怀疑论，就是对世间一切法升起的原理，以及善恶因果都有怀疑的态度。不信有因果的律定，所以说在恒河水的南岸，卵割众生，卵就是肉，切一块一块的肉叫做卵，切割一块一块的肉叫做卵，卵割众生也无恶报，就是杀害无量无边众生也不会得恶报了。以恒水的北岸为大智慧，是一切众利人等利，也没有福报，你行善也不会得到善报啦。长阿含沙门果经，因为对善恶因果观念的怀疑，甚至说无私无疑。这一段，不是释迦牟尼佛所悟的那个无，这里的无是否定，意思就是布施也没有用啦，也没有什么给予的东西，也没有所谓受你布施的东西啊。无计施法，就是你虔诚心也没有用啊。也无所谓善恶啊，也没有什么善恶等报啦，没有今生今世啦，也没有后世啦，没有父母，无父也无母啊，没有天也没有地啊，也没有众生事啊，
众生世就是说世间呢，众生所认定的这个世间呢，天地啊，底下就是世间嘛，无天无地啊，无世间的意思啊。因为缺少正知正见，对宇宙间一切法升起而没有正觉的了知，所以发生怀疑，由怀疑而生邪见，以为世间一切法都是偶然汇合的，否定了因果，所以说无因无缘而想生啊，无因无缘而想灭。哎，没有任何的原因，妄想就跑出来了；没有任何的原因，妄想就灭了。《长安经》啊，《不闻婆罗经》，这即离断灭邪见论。佛陀对此怀疑的邪见，说有因有缘而想生啊，有因有缘而想灭啊，啊。你的妄想生是为什么？你就是有无明的因缘吗？是吧？有内心的因，有外境的缘吗？哎，妄想就起来吗？种种的想就出现吗？怎么会没有因缘呢？那么如果说灭呢，一定有它的因缘才会灭。一切法生起，皆依因缘所生，依因缘生法。因缘生法，说善恶相应，说这个善恶相应，就是你跑不掉的，跑不掉的。善因得善报，恶因得恶报，因果是循环生生不息的，它是贯通三世的。或今生受报，或者未来受报，因果的定律如响应声，如影随形，没有丝毫的疑误。因果是比电脑更准的，业力是很可怕的，更没有怀疑的余地。佛陀对此无因无果的怀疑论，说善恶因果的报应，来警惕人们，叫人一定要努力向善的行为，善的行为是尊贵的，不能说没有善恶因的，这是不行的。决定人生向上努力善的行为，建设合理的人生观。第十，现世主义。现世主义就是看到现前的，否定过去啊，否定未来啊。所以世尊为了破除这种错误的观念，他讲现世你看到的才算数，不看到的不算数。世尊说，有过去才有现在吗？啊，有现在才有未来吗？你没有过去怎么会讲现在呢？所谓现世主义，就是没有过去，无所谓未来，只认现世实有。这个愚痴到极点了。哎，外道怎么说呢？说鄙人疑惑欺狂世间呢，自己错还耻笑别人。底下是外道讲的了，鄙人就是别人呢，包括啊，主张现世主义以外的，包括修学佛道的，包括那些犯智，都认为鄙人疑惑、愚痴，而且迷惑颠倒、欺狂世间的。他们世尊、释迦牟尼佛在欺骗你呢，说有他世啊，说有他世，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人有更深。他说下辈子还来转世投胎，说有善报，说有恶报，而实在外道自己我所体悟的，现在没有他事啊，我的感觉就是只有现在啊，也无更深，
那就更不可能啊，下辈子再升起啊。大家也没看到什么善恶报，谁看到？无善无恶报啊。常含必数经，这外道的啊。佛陀对此现世主义，不承认过去未来以及善恶报应的，是违背现世的原理。因为过去才有现世，因为有现世才有未来，这是相续性的世界观。贯通了三世有什么好处？今天你碰到一切逆境，包括身体，包括家庭经济不好，包括生的不孝的儿子，包括生了一个啊不好看的，或者是女儿，你都会认命。你尽量教育，尽量给他好的环境，可是他就不变好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有三世的观念，有因缘果报的观念，有共业别业的观念，你就知道这个都有冥冥当中有一种业力在转动，那你就不会牢骚，不会怨恨，那么不会抱怨啊，我长得不漂亮，那就表示啊，我前世可能造业，那没关系，我赞叹别人，随喜别人的漂亮，今生今世要改变了啊，我很穷，不要嫉妒人家有钱，改变，因为你知道三世因果的观念嘛，你就不会怨恨，不会老是停留在以前的观念啊，卡死在某一个角度。因为相续性的世界观，有过去有现在未来，宇宙也是这样子的，人生也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没有过去，怎么可以说现世呢？一定有过去才有现在吗？一定有现在才有未来吗？所以迦摄就问这个毕树、哦、啊耶，那外道啊、哦、说今上日夜啊，为此事也，为他事也，为人为天也啊。我解释，用白话文解释一下，现在上就是天上啊，现在你在天上看到的月亮、太阳和月亮，是为此事也，做一下笔记啊，是现在存在呢，为他事也，或者是以前就存在，帮我回答回答，为此事也，为他事也，就是是现在存，你看到天上的日、太阳和月亮，是现在存在呢，或者是以前就存在，你回答给我看看。为人为天也，是人造出来的吗？还是大自然以前就存在？你回答。毕树这外道就答曰：日月是他事也，非此事也。日月加两个字，当然，日月当然以前就存在啊，他事就是以前就存在啊，非此事也不是现在才存在啊，日跟月以前早就存在啦，不是现在才存在啊，当然有过去才有现在吗？是天非人啊，啊是天是指虚空，是虚空自己存在啊，过去虚空自然就存在啊，也又不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啊，非人就是他又不是人创造出来的。这毕树经啊，既承认有他事，就有因果报应啊，所以佛对此现世主义执迷现在的说三世因果，告诉你三世因果，有过去才有现在，有现在才有未来，以过去我为现在的我的因，过去的我哎，就是现在的因，现在就是果啊，对不对啊？
过去的我就是因，现在的我就是果，现在的我是因，未来的我又是果，所以现在的我又是变成未来我的因。因果，因果它有双重的。譬如说，诸位你这样听不懂，好，诸位这一颗苹果，这诸位 吃苹果了，这苹果，苹果，当你拿到苹果的时候，放在左手，好好的观想，这苹果是不是以前种的因，才现在有苹果吃？对，这苹果里面的种子是什么？未来的因。用苹果来比喻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这颗苹果现在变成一个水果，很甜好吃，是因为以前的因，现在才结苹果吗？啊，苹果里面有什么？有种子，有种子再继续碰到因缘，又继续开花，又继续结果。诸位，你我们现在所作所为，都会变成未来的因。你有钱保持沉默，你现在所讲的都可以作为未来的沉堂共振。你可以，你有钱保持沉默。我看那个啊，港剧的都是这样。哎，警察抓到坏人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：你有钱保持沉默，你现在所讲的话都可以作为沉堂共振。哎，我们现在要注意，注意这个因啊。如果了解三世因果了，我们事情就好办了。时时刻刻种善因，行善行，孝顺不能等，行善不能等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不能等，开大智慧不能等，见真谛不能等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三世因果来化度，化就是度了，用三世因果的观念来度化那个只有死执现在现世主义者，只有讲现在啊，否定过去，否定未来，那这样不行。好了，9:35，好了，诸位啊，我们啊，明天呢、啊，我们每一天呢、啊，进度就是6个配给，明天呢、啊，再继续上课，好，下课。